好，今天要编一个非常特别的四 B 几何。仔细看，桌上有八个硬币，右半边四个硬币跟我的右手做一组四 B 几何，左半边四个硬币跟我的左手做一组四 B 几何。除了用到八个硬币之外呢，还要用到四张扑克牌。仔细看，一张牌盖住个硬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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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像这个样子。首先是这两个硬币，把它拿起来握在手掌心面，一二三，丢进去，你会发现，嘿，两个硬币已经跑到牌下面了。再做一次，仔细看，今天是这两个硬币盖在牌底下，拿起来，丢进去，你会发现，哒哒，两个硬币消失了。再做一次，仔细看，最后两个硬币最困难，眼睛不要眨，仔细看，一二三，硬币消失，四个硬币都跑过来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四个硬币回复原状，谢谢大家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和魔术相关的消息，请记得到我的脸书专页帮我按赞追踪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星星，我们下次见。